我想去楼顶的天台。去天台？ 好。他只想做好自己，他也想更快乐。窗边猫咪，他在问我，回过他的你在哪里？ 天亮，别哭了。你爸呀，还是你爸？他再结多少次婚？他去疼。再也没人。 给我做那么难吃的饭，你还想吃他做的饭啊？再也没人把我内裤倒水池子里了。以后我给你做饭吃，我肯定做的比他还难吃。 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啊！我们买一箱内裤，洗一次倒一条。英子，我保证，除了你爸，没有人比我更疼你。 出去一下，你干什么去？接我哥，我哥刚回国。你哥？你亲哥啊？不是亲哥，堂哥。常年在国外，也没什么机会见面。今儿他也是公事回国，就是回来看看。哦，待几天就走了。那你趁早去吧。走了。嗯。 喝点什么？电视太小了，明天换个大的。地毯的颜色和茶几不搭，壁纸给人一种消沉的感觉。窗帘的流苏太过扎眼，脚上的花纹太过古朴，结果却配了这么一张写意的餐桌。 这是请的哪家的设计师？把屋子装的这么不伦不类。斌子，我拿着睡衣进来。你裹着浴巾出来吧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你连他都不避，还避我干什么？像您这么讲究人。 哪儿能商量我这散族举动啊？以后注意点啊！我哥来你不可说一声，你俩太坏了。等我哥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他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呢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着吧。
哥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哄我走干什么？我碍着你们了。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呀。我们俩该睡觉了。这么早就睡觉了？你们这个岁数的小伙儿不是要到很晚才睡吗？现在才8点多，老头老太太可都还精神着呢。别我们这岁数，你不就比我大2岁吗？既然你们要休息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晚上记得多盖点被，别冻。好嘞，哎，慢走啊。小崽子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跟你没完。窗开着呢，有本事你爬进来。好，给我等着啊。难道真下去了？难道真的出去了？不是在门口埋伏着吧？楼梯你，嗯，你这楼梯，这不是没技术吗？叫不叫老公？不叫。